哇，第一次看到火锅店有电梯的，你看，连马桶都是金色的。用了帮你换啦。女人最爱的花椒。今天来到 Eco Century 寻找一家五星级的火锅餐厅，就是这家鼎皇养生锅。哇，一整栋都是餐厅，有四层楼这么高，走，带你们去见识一下。欢迎光临鼎皇养生锅。请问有 booking 吗？有，按这走。OK， 给我把你签一下。第一次看到火锅店有电梯的，因为我们是有四层楼的，四层楼有两层是普通用餐区，第三层呢是 VIP 的，第四层是 VVIP 的哟。来到了顶楼，哇，这里 VVIP 的 room 也太豪华了，这里还可以唱 K， 这边厕所也很豪华，你看，连马桶都是金色的，用了帮你换啦。上了一桌的好菜，可以开餐的。这个电动转盘会自动转的，很高科技。滚了滚了，来这里必点的黄金花椒鸡汤，这个是要预定的哦。这个鸡不是普通的鸡，是马草鸡。女人最爱的花椒，真香，好养颜啊。汤金黄色的，哇，汤很浓啊，有很香的鸡汤味，还有那个花椒黏黏的口感。顶级西班牙黑毛猪五花肉，黑毛猪就是不一样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嫩。手打综合丸，手工梅菜猪肉丸。现滚现吃，梅菜猪肉丸，用洋梅菜配猪肉，不是很好吃哦。小云卷，小云卷跟这个花椒鸡汤真是绝配。最后可以加饭，煮黄金泡饭。御膳养生锅。这个养生锅也是招牌，是用很多药材煮出来的。澳洲顶级雪花牛肉片，这个汤啊，汤牛肉，它可以吃的药材味很香。香炸小吃，他们自制的手工水饺，想要享受顶级的火锅，可以来 Eco Century 的鼎皇试一试。